小植物呀，你呀赶紧长大，长大后呀帮助爸爸去打僵尸，爸爸老了打不动了，以后就得看你的了，好好生长哟，爸爸过几天再来看你。哎呀，我家小植物都长得好壮呀，爸爸真为你开心。爸爸爸爸，我要帮你去打僵尸，你刚说僵尸长什么样子呀？那好吧，爸爸就告诉你，僵尸长得很瘦，然后呀每天都龇牙咧嘴的，反正呀你记住一点啊，看见他就不像好人，知道了吗？哦，爸爸我知道了，长得很瘦，然后每天都龇牙咧嘴的，没问题，爸爸我记住了，我现在就去帮你打僵尸，龇牙咧嘴，龇牙咧嘴，不像好人。哎，不就是他吗？难道就是他欺负我爸爸吗？僵尸就是你欺负爸爸是吧？请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，植物植物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魔娃呀，不是僵尸，你就是僵尸，什么魔娃呀？不知道，我爸爸说了，僵尸长得龇牙咧嘴，一看就是你呀，你一看也不像好人，嗯，绝对就是你欺负我爸爸。哎，我真的不是僵尸，我真的是魔娃呀。嗯，是吗？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他真的不是僵尸吗？难道他真的是魔娃吗？要是是的话，就点击小红心；不是的话，就发送666吧。朝着朝着，你快看，我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贴纸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小僵尸小僵尸，我今天不想玩。朝着朝着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连你最喜欢的贴纸都不玩了呀？小僵尸，你快看，我这个拼图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一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对啦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快发送数字123通知汪汪队的阿奇警长来吧。我来了，小僵尸乔治，有什么事呀？阿奇警长，我的拼图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一块，你可以帮助我吗？原来是这样呀，乔治乔治，你别着急，我帮你看一下监控。哦，原来是小怪兽拿走的，别着急别着急，我这就去帮你把拼图给拿回来。小怪兽，你怎么能偷乔治的拼图呢？阿奇警长，你怎么知道呀？那当然了，只要你做了坏事我都会知道的，快把拼图还给乔治，不然我就会把你带回警察局。啊，别阿奇警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把拼图还给乔治吧。乔治，你的拼图我已经找到了。阿奇警长，今天真是谢谢你帮我找回拼图了。对啦，我还要去执行任务呢，我就不在这儿了，你们自己在这儿玩吧。对啦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帮我谢谢这么正义的阿奇警长呀，拜托你们啦。植物们，植物们，集合啦，集合啦，集合去打僵尸啦！我来啦，我来啦！还有我呢，我也要来打僵尸啦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，还有我呢！哎，你们等等我呀，还有我呢！太阳花，你就别去了吧！不行不行，你们都要去打僵尸，那我也要去！哎呀，你还是别去了吧！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呀！就是啊，太阳花，你还是别去了吧！哦，好像也是呢。哎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在家好好待着吧。只要你多给我们制造一点能量丸，这样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要需要呢。哎，好好好，那我就在家等着你们吧。好嘞，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喽！走喽走喽，打僵尸去喽！太好了，打僵尸去喽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也去打僵尸去喽！哎，他们都去打僵尸了，我得把我的姐妹们给叫出来。姐妹们，姐妹们，快出来，快出来啦！我来啦，我来啦！还有我呢，还有我呢！虽然说我把我的姐妹们召唤出来了，我们虽然要生产能量丸，可是我们没有小红心啊！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发送一点小红心给我们吗？这样我们的能量丸就会更厉害啦！豌豆射手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不客气不客气的小鬼。小鬼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这是上哪儿去了呀？爸爸好担心你啊。爸爸爸爸，我没事儿，你看是豌豆射手哥哥送我回来的。什么？豌豆射手送你回来的呀？小鬼小鬼，咱们赶紧跑赶紧跑，豌豆射手会打我们的。爸爸爸爸，不用跑，豌豆射手哥哥说了，咱们呀都是做好事的僵尸，他是不会用能量丸攻击我们的，只有做坏事豌豆射手哥哥才会攻击他们哦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呀。豌豆射手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小鬼呀从来都没做过坏事，我们两个一直都做的是好事哟。救援僵尸小僵尸都知道你们不做坏事，所以我才送小鬼回家的呀。不过你们要记住哦，你们以后啊一定要天天做好事，一定不能做坏事哟。嗯，知道知道，我们呀绝对不会做坏事的。我还要和森林里面的每个小朋友都当好朋友，我还要保护森林，谁欺负森林里面的每个小朋友我可不乐意。哈哈，我回来了，今天我抓到了两个奥特曼。啊哈，我怪兽也回来了，看我把奥特曼的能量丸给偷过来了。哎呀，怪兽兄弟，这也太好了吧！看这样子，以后就没人阻止我们做坏事了。以后呀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啦。哎，爸爸爸爸，叔叔叔叔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哎，那个橘色的东西是什么呀？真好看哦，小僵尸，你说这是这个吗？这个呀是奥特曼的能量丸，它这个能量丸可厉害了呢。我看这颜色可真好看。怪兽叔叔，那这个能量丸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呀，只要念上它的咒语，其他的奥特曼都会来这里哦。可是你可不能念哦。好的好的，我保证不会念。那叔叔，你给我说说看呗，我保证不会说出来的。嗯，好吧好吧，看你这么好奇的风尚，我就告诉你吧。它的咒语就是能量激光聚集，这样奥特曼就能全部出来了。嗯，怪兽叔叔，刚才你好像说了那个咒语，奥特曼好像马上就来了。哎呀，小僵尸，就是你吗？哎呀，我都把那句话说出来了，咱们咋办呀？嗯，那咱们赶紧跑，赶紧跑呗。哎，别着急，这说了也没关系，只要小朋友们不点击小红心，奥特曼是来不了的，因为他们可讨厌奥特曼了。
你有能量丸吗？我没有能量丸。豌豆射手，你有能量丸吗？我也没有。啊，那咱们三个怎么办呀？一会儿僵尸就来了，咋办呀？僵尸马上就追上来了，咋办呀？咱们三个赶紧抱在一会儿，赶紧躲起来。当当当当，哈哈，三个植物，你们没有能量丸了吧？你们三个可要被我给抓走喽！救命呀！附近有人了，快来救救我们呀！植物哥哥，你们别怕，我来了，我给你们来送能量丸了。哇，太好了，佩奇，谢谢你，我们要打倒僵尸，我们现在有了这个，可不怕你。哎呀，他们怎么有能量丸了呀？哎呀，不行，赶快跑，想跑没那么容易，让你瞧瞧我的厉害。哎呀，好像失手了，没关系，给豌豆射手的瞄准发射。啊哈，厉害吧，被我打倒了。那再尝尝胡萝卜射手的厉害，瞄准发射。哈哈，打中了，太好了，佩奇，你表现得太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送一颗小红心给佩奇吗？佩奇表现得实在是太好了，还给我们送了能量丸哟。踢球喽，哎，豌豆射手，咱们来踢球玩呗。别吵吵，咋的了？别说话。哎，到底咋了呀，豌豆射手？我都说了，你别吵吵，一会儿僵尸来了，咱们就可没得跑了，都会被僵尸给抓走的啊！我刚刚那么大声音，会不会把僵尸给引了过来呀？嘿嘿，听到了，小猪猪呀，真是谢谢你了，把我给引了过来，不然我都找不到你们呢。嘿嘿，那我今天先抓谁呢？哎呀，我怎么把僵尸给引了过来呀？这咋办呀，豌豆射手？这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还能咋办呀，咱们只能被他抓走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家找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呢。哎，豌豆射手，你看这个球好像能当能量丸，你快打僵尸呀。哎，是吗？我来看看。哇，放上去刚刚合适呢。没问题，僵尸，让你看看我的能量丸，能量发射 ,biu! 哈哈，僵尸被我打倒了吧。哇，植物哥哥好厉害呀，没想到我的球还是能量丸呢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哈哈，我今天运气可真不错，这里遇见这么多动物小宝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我要全都带走喽！走吧，跟我回我家去吧。嘿嘿，我呀把你们都封印在我的隐形墙上面，这样你们就出不来了。把你们一个个都放进去，一共有1、2、3、4，太好了！僵尸，是不是你把我的孩子带走了呀？快还给我！哎，不还给你又怎样呀？不还给我，我可就通知奥特曼了。奥特曼很厉害的啊，要通知奥特曼呀！哎，别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把你的孩子带回去吧，孩子，走，咱们回家了。哎，没事，还有三个呢。僵尸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，赶紧还给我，我才不还给你呢。你要是不还给我的话，我可就通知植物了。什么植物？哎呀，我最害怕植物了。别，你把你的孩子带走吧。看你下次敢不敢了。没事，我呢还有两个小动物呢。僵尸，赶紧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要是不还给我，我可就通知哪吒了。哎呀，别，哪吒也好厉害的。我错了，我还给你。孩子，走，咱们赶紧走。哎，没事，还好有一个。僵尸，赶紧把孩子还给我。不还给我，我可就通知葫芦娃了。啥？还通知葫芦娃？葫芦娃也好可怕呀！别，还给你。走，孩子回家了。他们都把孩子带走了，我怎么谁都怕呀？不行，我得去找我大哥去。大哥，小动物都欺负我。不好了，小土豆，怎么了呀？慢慢的说。刚刚我在森林玩的时候，结果遇见了好几个僵尸，他们要把我带走。什么僵尸？小土豆，别害怕，让他们看看我豌豆射手的厉害。别怕，躲到我后面来。哎呦，这里有这么多植物呢！你们这些僵尸欺负我们家小土豆，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哟，哈哈，打倒了一个吧，另外两个就交给我吧。拿出我的能量丸，瞄准发射。哟，再拿出我的能量丸，发射。哟，又打倒了。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们植物庄园的任何一个小植物？哎呦，咋都这么厉害呢？我们三个都打不过呀。哎呦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应该欺负小土豆，也不能欺负小植物，能不能放了我们俩？小土豆，你说放不放了他们呀？我觉得不应该放了他们，要是放了的话，他们还会欺负其他的小朋友们，我们就应该把他们给封印起来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对不对呢？要是觉得我对的话，就发送小红心告诉我吧。叮咚，你们这儿谁生病了呀？是巨人僵尸生病了，你快带他去医院呀。啊，这么大，我的车也装不下呀。啊，那你咋不开一个大点的车来呢？我哪知道是巨人僵尸呀。啊，那要怎么办呀？那要把巨人僵尸带去医院呀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背着巨人僵尸，然后跟着我跑不就行了吗？啥？让我背着巨人僵尸？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看看这么胖，我怎么背呀？那我也没办法呀，我的车也装不下它呀。哎，好吧，来，巨人僵尸，我来背你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这也太重了吧。哎，都把我给压下去了。哎呦，走。哎呦我天哪，太重了。哎，算了，看你这么难受，那我就来帮助你吧。哎呀，巨人僵尸还真的挺重的，太重了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猜一猜巨人僵尸有多少斤呢？评论告诉我们吧。
悄悄来到小南鸡家，鸡妈妈不在，只有他的孩子在。这些小鸡仔呀，特别聪明，不使用一点手段，根本骗不了他们。我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骗走。有了，我只要变成鸡妈妈的模样，就可以把他们骗走呀。对，我僵尸就是太聪明了，魔法变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我是不是很像鸡妈妈呀？你们可不能点个小红心告诉他们哟。孩子们，妈妈回来了。妈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？不是你出去郊游了吗？妈妈突然不想去了，所以妈妈就回来了。走，孩子们，今天妈妈高兴，妈妈带你们去吃海鲜好不好呀？姐姐，你不是对海鲜过敏吗？妈妈怎么会让我们去吃海鲜呢？不行，这个妈妈肯定有问题，她绝对不是我们的妈妈。对，我也觉得不是。妈妈怎么可能会带我们去吃海鲜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不是我们的妈妈呢？要是不是的话，就发送小红心告诉我们。